群众老乡啊，这里拍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安装和使用艾瑞天眼叉三啊。你们在咱们家购买的收的货有些什么东西啊？咱们是艾瑞天眼叉三的主机，然后这里有两个送给你们的电池，有个电池的充电器，有一个失手绳啊，这个是艾瑞天眼叉三的金刚甲手柄。如果说你们买的有屏啊，也会有一个艾瑞天眼叉三的金刚屏啊。来，下面就教大家怎么把这个东西装好。首先咱们打开咱们的金刚手柄啊，把金刚手柄拿出来，这一包螺丝是备用螺丝啊，不用去管它，扔那就行啊，这是备用螺丝。然后打开里面的那个防冲扣，防冲扣拿出来，把这个螺丝拿出来，把这四个螺丝啊，里面那个小圈没有用啊，就要这四个螺丝就可以了。然后咱们打开咱们的主机啊，这就是咱们的主机，然后把它装进去。但是装叉三的时候，得把那两个螺丝取下来才行啊，这两个螺丝必须得取下来。拿出咱们的螺丝刀，取下来之后，然后把叉三放进里面，放进去，放进去之后，把这个插口给插上，插上以后，然后这两个螺丝给拧回去，好吧，拧好了之后，暂时不要盖这个盖子啊。此时该怎么办呢？拿出你们如果说是用手机的情况下啊，拿出你的手机，在你的应用市场下载个软件叫做艾瑞天眼 X， 就这个软件啊，搜索下载关注。OK， 现在咱们是下好了，软件是下载好了，就这里艾瑞天眼 X。如果说你是 OPPO 或者 VIVO 啊，我这小米的这个不需要，小米啊，什么红米啊，什么华为的就不需要啊。OPPO 或者是 VIVO 需要在设置里打开设置，点击这个，搜索 OTG 啊，用我这个是没有的啊，就这个 OTG， 然后把这功能打开，只有 OPPO 跟 VIVO 才有啊，我其他的不用管，其他上就会关门。好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就把这个线不是连好了吗？然后往手机上面一插，看有没有反应。啊，看它就直接来了，点开。他会一直让你给权限，你全部点下一步，下一步，下一步啊！点同意，把权限给他，确定，直接把权限给他就行。好，等十秒钟。好，画面来了，权限给他，确定 ，OK 了，现在是可以了，证明这些是好的了。啊，此时把它拔了。然后呢，咱们先要拿出你的防尘盖哈。把里面的那个小垫片直接卡在这个叉三的那个头上面，摄像头上面。好，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，装这个时候，然后有些兄弟们会按不下去，怎么办呢？慢慢的，不着急啊。装好了之后按在一边，然后这边不是翘起来的吗？用手枪把它按下去啊。OK， 能按下。如果说它还是翘起来，你把它取下来，把后圈整理一下，然后再往下面按，看到没？现在按下去基本上是严丝合缝的，证明这个是好的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上螺丝。上螺丝得注意啊，上对角，要不然你把上面上好了，下面就翘起来。这个时候把上面上好了，不用拧得太死，拧一大半就可以了，从这个位置。上第二颗螺丝，上对角啊，上对角。咱们刚刚不上的这个吗？这会上这个，下头就上这个。对不对？这个上完了是上左边那颗，咱们上对角就行。好，全部把拧紧，拧紧了，这是个什么效果？看到吗？周围严丝合缝的，这个防水的哈，里面有防水垫，有防水的，拿水冲冲都没有关系啊。现在已经上好了，上好了，这个时候就得拿出你的电池啊，你们到手的这两个电池电给你们充满了，拿一个，拧开这里，装进去。按一下，按好了之后按一下，看通通电，哎，满电状态啊，这边是通电啊，这个时候把它拧紧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打开，把这个反充电插进去，这个地方从这边转过来，最顶上，打开这个，好，咱们拿出刚刚咱们的手机。这个线一般你们喜欢这么正着插，
正插有坏就手来回去碰着它，然后这个使用时间不嫌长啊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反过来说，插好啊，它就弹窗，点确定，再确定，确定 ，OK。现在这个就是已经是正常状态了啊，咱们是可以用的了。然后我来告诉大家这些功能是什么。这个是红外线按键，轻轻按一下红外线开启，再按一下红外线关闭，长按5秒钟。好，听到吗？它就开始充电，对不对？它已经在充电了，是不是？这里有几个情况，如果你长按了之后，它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，直接弹开啊，直接这样弹开，证明你的手机不支持缓充电。这个时候解决唯一办法，换手机或者重新买个屏就搞定了。这边是你不能一边用一边充电啊，就出来这种状态，就是你整天手机不反充电。正常的哈，咱们这插上之后，看到没有？等它一下。正常情况下啊，咱们现在是有画面了啊，是可以用，而且它在充电，看到没？如果说你要那个要关闭反充电的，我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先把这个反充电打开啊，长按这里啊，把它反充电打开，它先会用这个电池的电量，用完了之后，然后再重新用手机的电量。它到时候没有电量的情况下啊，然后它会出现弹，它会弹这个窗，看到吗？它会弹这个窗，那就证明，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你点开这个这个电量显示，它就剩一格，对不对？它就剩这一格了，就证明没有电了。这个时候你需要更换电池啊，更换一个电池就可以了。然后下面咱们来介绍一下这个X3用手机啊，这上面的周围都有些什么样的功能。首先第一个，这个是白热啊，就这个圈圈啊，点开是白热、黑热、红热、微彩啊，红热、微彩、绿彩啊，正常咱们请出去玩。而且这个它左边会有一个选项，看到吗？这个是观点，点开了之后，咱们插上会有很多模式，观点、丛林、平原、城市啊，观点跟丛林这两个怎么选择呢？还有城市怎么去选择呢？根据你们那边的地方来说，如果说咱们玩树林，这兄弟们，咱们选择丛林就可以了，这个不需要，不像X2选择观点，这个选择丛林就可以了。玩平地，咱们选择城市。如果说你们那边下雨啊、下雾啊，就是恶劣天气，咱们插上多了一个雨雾模式啊，看见的热源会更加的凸显啊。然后这个平原，什么意思？平原尽量慎用，为什么呢？你把平原点开了之后啊，咱们它起始初始倍率就是2.3倍起步，看到吗？2.3倍啊，然后其他的模式，然后咱们用丛林或者什么的都是2倍，城市观点都是2倍，只有平原点开是2.3倍起步啊，大平原的地方可以。中间这个是干什么的？中间这一个就是十字光标啊，十字光标点开，十字光标出来，这个十字光标可以左右移动，旁边有个小锁，把锁打开啊，打开了之后，这个是可以移动的。待会儿我来教大家怎么校准这个红外线啊，校准这个十字光标，这个先不管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红眼睛跟一个绿眼睛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R 加模式啊。这个一机双模这个模式打开了之后，红眼跟绿眼到底你用哪一个模式比较合适？根据你现场觉得，我平时我户外一般我喜欢用那个红色的这个。这个什么？这是测距，这个测距需要加一个，你们单独要去买一个测距模块啊，就是咱们的这个叫测距模组，到时候可以往这上面加的啊。这个咱们家购买了X2或者X3的，都可以单独去买这个来加啊，这个也不贵啊，几百块钱。加好了之后，它就会显示有那个测距啊，包括那是测距的情况，不用管。然后这个是照相的，这个叫热点追踪啊，这个是热点追踪，什么意思？打开了以后，看到它有个小十字光标，它只会跟着高这边跑嘛。新手可以打开，平时不需要。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刷新啊，你点开点一下，这个手工刷新点一下，你会听咔嚓一声，画面卡顿0.0几秒钟啊，它画面画质就会更加的清晰。这个一般不需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X3是60赫兹的刷新，你只要把自动快门打开了之后，它基本上用不上。这个设置啊，咱们点开，这上面都会有很多种，比如说温度测试、画中画啊，咱们的艾瑞天眼X3啊，它有很多种。重点来了，温度测试看好了啊，温度测试打开了之后，里面有一个防灼伤保护，只有X3才有啊，什么X2啊、艾瑞的其他型号都没有，一定要把它打开。打开了之后照太阳都没事啊，直面高热源都没有关系啊，它直接会保护掉的。然后画中画这些都不用开，红外画中画这些都不需要开啊，这都不需要开。然后你们记着，你们的画面如果它有些画面是反过来的啊，你记得这个参数啊，红外旋转180，它有时候反过来，你应该在零度上面就反过来倒过来的啊。自动快门就刚刚我跟你说的自动刷新，这个把它打开啊，你不打开就跟那个菜炒菜一样，你把菜倒锅里面，你不去翻那个菜，它就直接糊掉了啊。这个照相也是一样道理，你只要把它关掉，之后画面会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满屏雪花啊。环境修正包括写的那些都不用去管，显示设置就是你们所说的定位啊什么什么的，上面会显示，你可以把这主开关直接关掉啊，直接把
把它关掉，看到没有？它上面就是干干净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打开了的情况下啊，来，你看咱们把它打开，打开了的情况下，上面就会有时间呢、包括定位啊什么都会有啊，直接把它关了就行，显示直接把它关了就行啊，智慧手册把它关了都可以。然后拍摄设置像这些啊，温度背景呢，在它上面是一个 logo 的，不去管它，这些都不去用不着的。好，这个是刚刚的车距，你如果加了车距模块啊，咱们就可以就连蓝牙，我们有专用的视频教程啊，咱们就可以，包括里面的通用啊，什么语言水印啊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这个连艾瑞的那个 logo 都没有啊。包括帮助这 SN 号，就是你这个主机的独立编码啊，以后售后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保修卡呀、什么都搞掉了哈、你的那个什么玩意儿盒子也掉了啊，里面的盒子什么玩意儿掉了，你只要有个主机啊，咱们就凭这个 SN 号都可以去保修的啊。好，这就是咱们的艾瑞天眼叉三用手机啊怎么用。来，我现在教大家怎么用显示屏。好，咱们把它拔了。我们现在拿出了艾瑞天眼的那个金刚甲的显示屏啊，咱们先把它装上去，然后呢把这个插上，还是反过来插啊，直接把它插上，插上以后实测需要开机，长按这个位置啊，长按两三秒，很大啊，它正在启动，咱们等待。好，现在出来了。咱们这个屏拿到第一步要升级，怎么升级啊？看好了，其他不用管啊，连这些东西都不用管它。咱们拿到第一步就是升级啊，怎么办？点开这个设置，往上翻，翻到这个通用，里面有个 WiFi， 连接你家里面的，打开连接你家里面的 WiFi。如果你在户外的地方，你把你手机热点打开，你看咱们在店里面吸引热点啊，这个输入密码。咱们连上咱们店铺里面的 WiFi， 这个现在已连接连好了，退出去，再退，点击帮助，帮助打开这里就有很多什么，你包括也有那个主机的 SN 号啊，什么在线升级、本地升级，全部不要管，点什么地方，点那个软件版本，点这个软件版本，点，它就会提示立即更新。让屏幕升级。好，现在是升级完了，打开。好，现在好了啊，它这有个论码，点确定啊，不用管它。把时光标关掉啊！介绍一下这上面都有些什么功能，跟那个咱们手机是一样的啊。咱们这个啊，第一个这个彩色圈圈这个是模式，白色、黑色、红色、围彩、绿彩关闭。这边也是一样，点开里面有丛林、观鸟、城市、雨雾、平原啊。只有那个什么呢？咱们的玩树林，咱们你记着玩树林，咱们用丛林啊，玩地上用城市都可以。平原尽量慎用，为什么慎用？你点开平原，它是2.3倍起。啊，平时你看丛林、观鸟、城市都是2.0，只有平原点个是2.3啊。下雨天、下雾天，咱们可以点这雨雾模式啊。然后咱们这一个啊，刚给你介绍过了模式，第二本实时光标啊，这里是实时光标，怎么去校准？我待会儿再去介绍你们啊，介绍他怎么去校准这个实时光标啊。这个还有这个就是二加模式，点开啊，绿眼睛、红眼睛，去选择什么？我一般选择红眼睛啊，根据你们自己你们喜欢的情况，你们可以选绿眼睛。包括这个车距，车距是要加车距模块的啊，包括这一个车距上面是光标啊，后边你如果要车距的话，单独在我这儿买进去，咱们这是可以加到 X3 或加到 X2 上面车距模块都是可以的啊。一般来说没有大，这个是照相功能啊，照相功能不用管它。这个呢是热点追踪，跟那个手机模组是一样的，这样比如说它会有个是那个车有热点追踪，你看把时光标打开，它跟着高速又跑啊，里面有小声，一般关掉的。这个呢就是刚刚给你们介绍的模式啊，有可能模式有些没有，这个还是一样刷新啊，还刷新。这个是干啥的？设置，点开设置以后啊，有些画面拿到手它是倒过来的啊，你们一定要记着咱们家这个画面啊，看好了，就咱们家的画面，红这个跟手机不一样的啊，
红外画面反转90度，界面旋转要到0度它才是正过来的啊。还是重要的一步，点那个温度设置，点开也一定要把这个灼伤保护去打开，一定要把这个灼伤保护打开啊。这个打开了之后你照太阳都没事啊，都没事，一定要记着哈，你要没打开咖啡一照的就报废了。然后红外反转那个红外画中画红外图像反转那些你不用管它了啊，不用管它，包括这显示设置跟那个手机都是一样的啊，自动快门什么都是一样的啊，包括这个亮度啊不要去调，亮度跟对比度出厂子就这样子，你不要去调的啊，亮度100对比度0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去管啊，包括那个测距需要加测距模块这些的啊，这通用的就刚刚跟你们说的 WiFi 升级啊各方面的，包括这水印你可以把它关掉啊，它都不会有那个咱们爱瑞天眼的 logo 是吧。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感觉这上面有画面啊，不是很舒服，要开始要全屏怎么办？点两下屏幕，轻击两下屏幕，它就全屏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你看见目标，远距离目标，你想放大怎么办？按着这个按键，看看，这就放大，这就放大。如果你要缩小怎么办？按着啊，缩小，好，最小缩到2倍啊，最小缩到2倍。好，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校准十字光标啊，跟红外线，还有怎么去调清晰度。现在我教大家怎么去调这个红外线。把这个靶向那个位置放了一个烟头啊，你们也可以一样啊，这个距离大概有7-8米远。然后呢怎么办呢？这个轻轻按一下，往下打开啊，对准那个烟头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看见没有，我现在为什么我指着这个烟头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们在这个热成像里面能看见它的热源，把这十字光标打开，把这个小锁解开啊，指着烟头，像一在这个位置，对，消好了，相机消好了，然后点确定，把这个锁锁住啊。这个时候它有记忆功能，下次打开它就认啊。你们记得，有时候你们那个十字光标不要不一定在正中间才是正确的哈，它有时候可能在这里啊，有时候可能在这里，有时候可能在这里，也有可能在这里或者边上都是可以的，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正常的。什么叫不正常？比如说像这个样子，在这个位置，那没招了啊，因为你没法，你对准那个十字光标，你看这个正在这个顶上，没法去识别啊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如果说这个十字光标啊，说起来啊，这个十字光标太靠下或者太靠右或者太靠左，证明你没有装正确。什么没有装正确？这个位置，这镜头盖里没装正确，你需要把螺丝拧下来，重新再装一遍就好了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十字光标怎么去啊更换这个十字光标的模式？左右滑是换模式。左右滑是换模式，上下滑换颜色，对，往上往下都可以啊，换颜色的啊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教大家怎么去调准清晰度啊。现在咱们的十光标是校好的，我现在教大家怎么去调整清晰度。下面我教大家来调清晰度啊。很多时候都过了这种清晰度啊，很模糊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镜头啊，这个镜头是左右旋转的，就调清晰度的，嗯，然后慢慢量。你会发现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清晰，对吧？你如果拧过了之后它就模糊了，怎么办呢？让我回拧一下，达到你那个清晰点啊，这就是你调好的一个清晰度。晚上出去玩树林这情况下，这种清晰度一般调个20-30米就足够了。如果说你要去玩平地啊，要调到50米左右啊，远近都能监控。